人来啊，我怎啊嘿，咱拢唔愿意，我怎啊直接安尼开了心情心情啊，真难过啊。看到慈济志工受火灾祝融的赵先生，难掩悲伤情绪。赶紧笑笑的，吼，恁免惊啦，书吼都一直挂念嘛啦，吼，嘿啊，啊，我来做给你祝福哟嘿。是昨天的大火啊，隔壁邻居有受惊啦、啊、什么的啊，我们去压压惊啊，拜访一下，也跟住户他们结一个善缘。进来看嘛，好好好。啊啊，这玻璃整个破了，对呀、啊。两边都破掉了。临近工厂的住户受到火灾波及，不仅玻璃破了，后阳台跟房间也被大火熏黑。冒险修一下，谢谢起来看，好像有闻到味道。早上很早起来看整个都是火了。哎，你好，拍摄啊，我是那个慈济功德会啦。啊，今天代表我们正言法师哈、哦，还有全球慈济人哈、哦，来甲恁致敬。志工挨家挨户走访火灾临近社区，送上了祝福跟关怀，让饱受惊吓的社区民众放下紧绷情绪，安定每个浮躁不安的心。是是是啊。大爱新闻学内林道明高雄报道。